话说几天前，彭博社出了一篇焦虑文，那含焦量，以至于让我焦量报警，不得不赶出一个视频来和各位老爷女神们一起分摊一下焦虑值。知道的越多，恐惧的越少。我是头发永远比你少，陈真爸爸。今天我们开门见山，来自彭博社的文章标题，它就是。彭博社原文用一句话总结，就是最近一项研究发现，新冠病毒可以在感染之后的几天时间内就从呼吸道传播到心脏、大脑以及身体的几乎每个器官，并在这些地方持续感染数月之久。实际上，彭博社的报道很长，主要是介绍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前几天刚刚出炉的一篇 paper。 这篇文章讲的是 NIH 几位老师解剖了44位曾经感染过新冠病毒的大体老师，其中有轻症的，有重症的，还有无症状的，结果触目惊心。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老师们声称，这是迄今为止关于新冠病毒在身体和大脑中的分布和持久性问题最全面的一篇分析。咱直接撸起袖子去开扒原版论文吧。论文标题相当的直接粗暴，新冠病毒在人类身体和脑部的感染与持续驻留。翻译成人话，就是 NIH 的几位大佬解剖的44位大体老师，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生前感染过新冠病毒，但不一定是死于新冠感染症。其中最极端的一个例子是，从感染确诊到去世中间足足间隔了230天。然后 NIH 的老师们提前做足了准备工作，尽可能的在大体老师们去世的一天之内就完成解剖工作，对遗体的各个组织器官包括大脑都做了取样，并且量化检测了各组织器官的病毒 RNA 水平，还测了残留 RNA 的复制能力。总之，为了获得实锤，所有能想得到的细节他们都做得滴水不漏。难怪他们敢于跟彭博社高调自吹。切头老师他们发现，新冠病毒 RNA 广泛分布于患者体内多个组织器官，甚至对于那些只是轻症或者无症状感染的大体老师们也是这样。他们还在脑部多个区域检测出了持续驻留的病毒 RNA。 正如彭博社所说，最长的持续驻留时间长达230天，请品鉴下图。这张热力图可谓含焦量爆表，上边第一行横排是几位代表性大体老师代号，纵列是不同的受类器官组织，下边的横排是从感染到死亡的间隔天数，空格的颜色则代表病毒 RNA 载量，越偏红则载量越高，白色代表阴性，灰色代表未采样或不适用。请各位留意看最右边一列的第42号大体老师，其在感染新冠病毒230天后，身体14个不同器官组织内仍然检出了病毒 RNA 残留，尤其是脑子里。切头老师他们继续发现，所有感染31天以上才死亡的大体老师都有多个器官组织检出病毒 RNA， 而到了这时候，他们的鼻咽拭子 PCR 检测早就转阴了，甚至血浆里面也早就没有了病毒残留。更重要的是，以上感染31天以上才去世的大体老师，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病毒 RNA 驻留器官，那就是脑子，尤其是小脑和脑干。此外，切头老师他们又发现，那些感染之后14天之内挂掉的大体老师们，他们体内的各个器官检出了大量的病毒 sgRNA， 如上图格栅状空格所示。而所谓 sgRNA， 简而言之就是病毒正在复制的实锤，并且 sgRNA 这把实锤还不只存在于14天之内挂掉组，14至30天内挂掉组也有 61.5% 的大体老师检测出了 sgRNA，30天以外挂掉组还是有 42.9% 的大体老师检出了 sgRNA。 再强调一遍，病人已经感染新冠超过31天，病毒依旧在复制，而此时他们的鼻咽拭子 PCR 检测可能早就转阴了。还没完呢，除了常规检测手段之外，切头老师他们还用了 RSH 来重点清查刺突蛋白 RNA 痕迹，结果所有接受 RSH 检测的大体老师们，在神经元、神经胶质和视管膜以及脑袋各个部位的血管内皮都检测出了刺突蛋白 RNA， 重灾区是小脑、神经元、普肯野细胞和脉管系统内皮，以下是小脑受灾现场。紫色小颗粒是神经元细胞，绿色小颗粒是刺突蛋白，然后所有的箭头都是实锤现场。经常刷 paper 的老爷和女神们可能会奇怪，为啥之前那么多相关研究都没找到脑内感染实锤，而 NIH 这次就成功了呢？作者们盲猜了自己一把，他们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采样及时，这44例大体老师平均在咽气后26个小时内就被解剖完毕了，
外加上切头老师他们还技术了高大上的 Flash Freezing 极昼冻结黑科技。当然各位别急，文章还没完，前面我们提到了这44位大体老师并不一定是死于新冠感染症，只是曾经感染过新冠。但是真的是这样吗？随便举两个例子， P28 号病例新冠感染症只是轻症而已，结果最后独自在家时死于肺栓塞。而 P36 号病例相对更强烈，根本就是一枚无症状感染者，结果死于急性脑缺血。而且这位无症状感染者 P36 抗体检测结果已然全面转阴，但是一场尸检下来，他体内病毒驻留却是这么一个造型，全身上下多器官都有大量病毒且还在复制，可以说细思极恐。太残暴了，太残暴了，太残暴了。欧洲抗疫先锋英国有一个一刀切政策，感染28天内不管怎么死的都算死于新冠，感染28天后不管怎么死的都不算死于新冠。之前很多人认为这样会多统计出新冠死亡病例，而这些大体老师中很多都是感染新冠31天以上的病例，最长的已经距离当初感染新冠超过230天，如果按英国的统计方式已经不算死于新冠了。但切头老师他们解剖完之后判断，44位中有39位大体老师的直接死因都应该判定为新冠病毒感染，比例高达 88%。 到这里我们不得不说一个概念，超额死亡。简单一点说，就是在正常波动比例之外，大流行期间每年比正常年份多死了多少，比单纯统计死亡病例更能反映大流行的影响。最近超级大国美利坚关于我们西南方向某国家因新冠实际死亡人数超过600万的报道，就是用的超额死亡这个概念。超额死亡的人数算不算新冠直接导致的，各有各的说法，但这篇论文给了我们另一个视角。新冠到现在才爆发2年时间，长期的影响我们无法断言，但是感染新冠230天之后依然在多个器官检测到新冠病毒，让我们不得不想起另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病毒，埃博拉。今年2月14日到6月19日之间，在非洲几内亚突然爆发了一波埃博拉疫情。 Nature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说，测序结果非常蹊跷，这一次爆发的测序结果和7年前爆发的一轮几乎一模一样。后来流调显示，这轮爆发的0号病人竟然是上一轮爆发的康复者，这个病例在5年前康复了，然后在今年复发了。各位，这可是整整5年，1825天之后啊。注意现在已然没法查明的原因，这位康复者复发了，并且不幸被误诊然后挂了，接着他的葬礼导致了一堆亲友团被感染。文章进一步提了一些观点，非常焦虑。一，约一半的男性感染者在康复半年后依然能在其原阳中检出活病毒。二，曾经发生过康复2年之后通过原阳传染性伴侣的恐怖事件。三，还疑似发生过母乳传播的案例。四，2007年以来可能有多次埃博拉爆发都由复发病例造成的。最细思极恐的是，这篇 Nature 文章推测，埃博拉停留在康复者体内时保持了一种神奇的低频复制的状态，没有大面积感染，没有严重炎症反应，也没有逆转录，更不会排毒，就是没有任何动作，有的只是保持静默，伺机而动。再结合今天说的这篇论文，各位大爷和女神们觉得新冠有没有类似本领呢？知道的越多，恐惧的越少，我们是三个老爸实验室，正在与病毒抗争的人们。拜拜。